新珠辞旧岁，玉署迎新春。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五，农历12月30，大年除夕。新闻联播给您拜年了。祝全国各族人民身体健康、平安幸福。我们还要向此时此刻值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特别是正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道一声过年好。全国人民跟你们在一起。